现 oh no every any， 你就选 that， 然后再来 the very 是什么意思？ the very 正式的意思，就是这正是我要的东西，正式。 OK， 然后出现 the same 或者是 the only 唯一的，你就选 that。好，那出现的加最高级，选 that， 再来这加叙述，请问什么叙述？叙述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OK， 这些都叙述，出现叙述选 that， 那出现人跟动物一起的，或者是人还有物一起的，也选 that， 也选 that， 然后出现 who 跟 which 开头的 ，who 跟 which 开头的疑问词，你就选 that， 因为它要变成 who 跟 which 重复嘛，所以你要选 that。所以第一题答案是 that， 为什么？告诉我。出现什么？出现 all， 所以你要选 that。好，第二题出现什么？你要选 that。出现 the same。好，再来第三题出现什么？选 that。The most interesting 的加最高级。对啊 ，the most。OK。好，第四个出现什么？对，所以就是 the first。所以你要选 that。 好，第六题出现什么？人跟